我们来看看你。何老大所推荐的是家家户户必备吉祥年菜，这号称只容你口不容你手的滑嫩口感，会是什么样的菜色嘞？这家餐厅呢是所有达官贵人的最爱，一定真假的，真的，你想当官，你一定要到那边吃块东坡肉才能升得了官，真的假的，真的，我们两个就升不了，所以你升不了官，对啊，这真的是过年我们可以订，我想这是过年可以订，但是过年不好意思，现在单子已经满了，已经都满了，所以我们这一块，单子已经满了，所以今天这一块是。这号两块，好不容易，进给老板凹了两块出来，对，就为了做公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要说什么，你光站这边，站这边这么远的距离，你已经闻到那个味道。不好意思，他已经把那个整个那个台北市的市场的猪肉的这一块又凶，都买走了。所以这块就非常珍贵，我们等下竞标了。我昨天经过一些那个猪寮啊，那个猪全部都没有这一块，就出来了。会不会很油？东坡肉要做到油而不腻，需要有功夫。 刚师傅偷偷告诉我，是他们的秘方怎么样？光先煮水煮到那个把那个油脂全部去掉以后，再去红烧。红烧以后呢，为了让它入味，泡到这个酱汁里面，光用蒸的，蒸六个小时，蒸六个小时以后才能保存它一个完整的体积，然后味道才会入进去。 因为你跟我平常我去做三温暖，我在那烤箱里面待个15分钟，我就快热死了。16个小时，你把猪肉比喻的太好了，合理吧？大概就是火。然后呢？谁的筷子要借我一下？我的。什么切开？现在先不能切开，我只是先让你们看一下。多端一点，什么叫做端？端端端一点。我真的好端哦。这样子我那么丑啊？用冰糖，这冰糖熬制的。冰糖熬制的，跟那个鸡骨架下去熬的。对对，不勾芡的。你怎么可以把鸡骨架给讲出来？这个老板很秘密的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好，猜拳的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来，赛琳娜，剪刀石头布。 你看那个汤汁，等一下，我还要给你一点点，我怕给你太多，因为胶质很多，因为它要一直讲话，所以它讲话讲到一半会粘起来。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太超过了。你看这么厚啊，分享一下，好丢啊！你们谈的感觉哦，有没有？头发已经很厚，那你们要不要手要洗一洗，手要洗一洗。啊！我们可不可以做快点，可拍卖，拍卖。哦，还皮很 Q 不？那皮很 Q，对不对？而且它中间那个油骨啊，跟个化开来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化开来的，它的厉害在酱汁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别人是用太白粉去芡的。 这边全部都是用动物的胶质去硬熬出来的，整个用汁煮那个胶质，把它汁化原汁。这里呢，我们大家这么久的交情，可以分享看。真的好冷啊！你们讲话吧，我们输了，输了就要认。真的好输啊！酱真的太了不起。为了要让我们这个所有的朋友呢，可以吃到这个，就试吃一下，等一下这个出价的参考。是，可以试吃一点。请问要试吃哪个部分？我认为。 酱汁是重点。不行啊，你是周杰伦，你不吃酱汁，为什么没有用？酱汁才是重点呐！而且你们已经比那都幸福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也太对了，是精华呢。不是，请问一下，这酱汁？
甜了你才知道，它不是用太白粉芡的。一丝肉也可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行不行，雅兰姐，我给你的是最浓缩的精华。好香哦！它这东坡肉烧得很好，因为它那酱汁呢，把这个上海菜那个咸甜味充分的表现出来，那个冰糖的甜味还有那个咸味两个融合在一起。我吃到那个桂花香，它是桂花蜜的那个味道，香料香气的味道。桂花，我跟你讲，偷偷告诉你是用桂花冰糖。哇，冰糖来自于杭州专用的桂花糖，难怪它酱也太厉害了吧，所以它不会甜得很腻耶，而且它咸，一个酱汁不用讲这么久，好好吃哦，它够丰富，我至少让你也是舔一口酱汁，你看它那个拉芡的感觉，它真的掉，真的掉，快掉光光了啦，这边，好了好了，你就吃那个。没有人吸那么久了，你在帮他吸什么？我喜欢这个酱哎！你有听到他们刚刚讲的味道在里面吗？真的有，请问一下，这个的原本的价钱是多少？什么？关你说怎么会有过？全场赞不绝口的东坡肉到底有多便宜呢？这道人气超高的东坡肉究竟有多夸张的便宜呢？请问一下，这个的原本的价钱是多少？418。什么？所以你说怎么会有货？哎，真的也有好货哎！对对对，绝对有，在家里面绝对做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太便宜了，这是功夫菜，可是它很难订，很难订，今年就订完了。甜而不腻，入口即化的东坡肉，配上浓稠顺口的独门酱汁，抢不到绝对会后悔啦！来来，一块钱起标，好不好？一样是国宴级的哦。对对对，我。放下来，放下来！我说开始，开始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好，雅兰姐100，全部举手。好，500，直接跳到500。丽丽姐600，悠妈700，雷月姐800，900，900，1000，好了，1000，好了，1001，1001，等一等，1001，一顶1200，1300。1400，1400，我要订单，1500，我要孝顺我爸爸，马上夹一块给他吃，1500一次，我爸爱吃，我爸爱吃，1500两次，我想这家真的很难订，今年买不到，你明年你也不一定会去订了，说实在的，1500两次，本来500块，已经三倍，1500三次成交。太棒太棒，好开心！看你觉得值不值得？因为当然是做爱心，可是我们已经超越真的很好，三倍的价钱。我想去这一家餐厅的每一个每桌必点，好吃。你讲一条，不要哭了吗？这应该比明虾感动一点，对。哦，真的很感动，因为我爸爸真的是过年啊，平常他真的非常爱吃这个。对，真的好棒哦！好棒哦！这个我们节目太有意义了，好不好？